有人从山县来，带了森林的草味来；有人从海县来，带了海风的咸味来。这综合口味的味道，在别的地方还真享受不到哦。跟我一起去旅行吧，关心台湾，让一起走的路更长。一波一卡印，发现新台湾 ，TVBS。昨天王任贤齐请语义无。